你来做什么？下人听到有摔东西的声音，都不敢贸然进来，怕惹怒了觉公子。 那你就敢来？我也害怕，但我知道，公子再生气，屋子里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。而且我知道，宫二先生看着下人，其实很温柔的。 还觉得我温柔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甚至连心，还就是他，总要说出来的。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？说出来就能不药而愈吗？ 不能。但我小时候，每次摔破了膝盖，我母亲都会一边给我上药。她说：“浅浅要是疼的话，要告诉娘亲啊。” 母亲跟我说这话，我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被人关心着，难道不好吗？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。江湖中，幸福和威望。 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，而痛苦和秘密则不可告人。所以人们常陪他者一起欢笑，却很少有人可以陪着一起痛苦。很少，但不是没有。 若是伤口掩埋在心底，自己一遍遍描摹，一遍遍触摸，只会变得更加伤痕累累。你看过受伤的野兽吗？他们不会把伤口展示给别人，因为族群里容不下弱者。他们只会独自找一个阴暗的山洞，悄悄舔舐。 等待康复，或者死去。可人不是野兽，野兽没有心，但人有心，总归要有一个栖息之地。倘若有人相伴，煮血暖酒，即便不够光明炽热。
也足以度过心底的寒冬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你心里的人都会帮你温一壶酒，也可能他会在你心上画下一道伤。明日去医馆。这点小伤不要紧。我不是指这个。嗯。你这手很烫，不像正常人温度，要么生病，要么中毒。前几日受了风寒，有点发热。吃药了吗？没有。自从长老遇害之后，出入医馆都需要吃孔子的手令，取药材更是严格。拿着我的令牌，让大夫按你的需求取药。这令牌是在宫门内畅通无阻。多谢大人。这个匣子里装的是老织人的一些酒，之前没给你，是怕你睹物思人，心里痛苦。如今该交给你心血极少，在太渊选拔里手腕最灵活，动势也必然最迅速。霜斗在赤泽选拔里手肘牵制效果最强。大寒在辕门选拔里可以带动上半身所有气血，增加刀锋的压迫之力。天刚亮就开始练啊，你这是受高人指点了，还是自己醍醐灌顶悟出来的？高人指点。雪虫子为了让你带他出去玩，果然徇私舞弊。是我父亲指点的。老直人。